我现在要去吃个饭，打开之后就可以从这边拿。嗨大家，今天影片呢是开学后妈妈的一个人日常生活。这一天呢，小朋友周末都跟我老公一起回婆家，我一个人在家里点了外送，吃了很多垃圾食物，譬如说咸酥鸡，还倒了一杯冰的清酒。觉得吃这些东西呢，想要来活动一下筋骨，所以半夜我就整理了我们家一直有点小乱的储藏柜，边整理边断舍离。那这个是我们的相簿，因为洗了一些相片出来，顺便怀念一下小朋友小时候。后来我还是有洗一些近期的照片，我觉得看纸本的照片还是蛮有感觉的。然后开学了，把一些游泳圈、还有水枪啊、泳衣啊都把它收起来。那我的收纳方式就是比较简单，通通都塞到一个抽屉里面，没办法收得太细。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收纳比较大而化之，这是半夜断舍离的成果。今天晚餐我想做黄金蛋炒饭，然后这边大概是两碗的白饭，一碗饭大概就是配一颗蛋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炒饭比例。手切卤肉，然后可能会在另外一集再跟大家分享，因为这是好事多食材，我会在另外一集好事多的主题跟大家分享。我今天是想要做一个很简单的黄金蛋炒饭，蛋白直接打在这里。锅是可以设定饭要煮的硬一点或是软一点，所以我今天如果要炒饭的话，我就会用硬饭的模式。如果没有这个模式，你也可以选加少一点，不一定要用隔夜饭。加入。好，黄金蛋炒饭就不用再加酱油，直接加盐巴。喜欢的话也可以加一点胡椒粉，撒一点葱花，这样子就很香了。非常简单耐吃的蛋炒饭。最简单的黄金蛋炒饭。我现在要去吃个饭，再去买一些青菜，然后主要是想要去保养，买我的护唇膏。这个护唇膏已经用到没有了，这几天我就一直拿这种小唇刷去刮，然后擦。除了无印良品，我很喜欢用这一条，因为它包装就很极简。
难吃了吧？不要折坏哦。今天买这盖子是为了底下这个底座，因为我们有一些哑铃是这种黑色的，把它收纳在这边一个盒子盖起来，这样子比较不会这么突兀。打开来之后就可以从这边拿。然后这个我记得我有两个，但是搬家之后怎么只剩一个？另外一个包跑哪去了？反正它这个收纳它是可以叠两层的。我有看过有些收纳是觉得这个不好用，可是说这样子太深不好拿吧？那我觉得收纳瓶就是见仁见智，我是觉得还 OK 啦，可以叠好几层的话，从这边打开就可以从里面拿东西，是还 OK。这次在宜得利我买这个长的拉链袋，它是可以冷冻用的。那我那时候买这个其实是想要买一个可以装葱的，因为葱是长形的，那有时候打开来之后就不好封，这个是可以，但是有点太宽，可能可以拿来收一些长一点的蔬菜，比如说空心菜那些的，从负70度到70度都可以用，一盒里面有8个，应该是可以重复用个几次，蛮适合拿来装蔬菜的，所以就买了一个来用用看。好，谢谢。40帮你打7折。好。刚刚去买了小乖的除臭袜，因为他的袜子需要换的。家4个男生嘛，穿除臭袜，这不是业配哦。然后他们都是穿除臭袜，除臭袜其实是不能烘干的，都很偷懒。我每次洗衣服的时候，就是衣服一烂，然后袜子一烂。他们的袜子我都统一，比如说爸爸是这个颜色，然后两个哥哥是这个颜色，然后还有白色的，因为他们学校只能穿黑白。小乖的是黄色的，然后还有一个熊熊的，那熊熊是第一批买的，然后都变小，小怪脚比较大。我们就是整篮这样子拿去洗，然后我就直接一次洗脱烘，因为袜子有时候比较难不好干，因为这种袜子比较厚一点。小怪有一批袜子已经变硬了，就是那个材质可能就是烘坏掉。不错啊，
不会油腻，虽然看起来就很油，但真的没有那个油腻感。对，因为它有去皮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是胡须章啊！怎么了？你要擦乳液啊？嗯，去擦乳液。掉下去就没了，把这板子掉下去就没了。应该不会吧？抓好旁边这个。所以说掉下去是。好，这么玩。嗯。老复古哎，对啊。蛮漂亮的。超复古。哎，每个弄一次。应该是直接出去就好了吧？好，直接出去就好了。他没有，不用刷。很漂亮耶，这边是卫浴，两张床，很赞啊。这应该是学校，很深吗？站在这边一点，镜子啦，一定是镜子。我就知道是镜子啊，吓一跳，怎么会有个人？是不是？因为我在看那边呢、啊，然后突然怎么有一个人？背脊下还那么黑。演唱会是在大巨蛋，我们订这间饭店的位置非常好，就走路十分钟就到了。刚刚看了一下，它的备品都用的还不错，宝格丽的吸收乳跟身体乳。这一间就叫 H2O Hotel， 卫浴干湿分离，然后它的沐浴用品也都是宝格丽的，有咖啡机，还有热水壶，然后它的冰箱在下面，饮料蛮多的，都是可以免费喝的。这边还有一些零食，因为周末嘛，然后大家可能都来看演唱会，所以房间不太好订。我订的时候没有双人房，只有亲子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很奢侈的订了一张大床。篮球场，羽球是在外面。嗯，这是公园还是学校？公园。草莓。看的是公园。嗯。没什么危险。最骄傲、最闪耀、最想要的还是你，曾经为你活着，至今仍未结束。我们来吃晚餐，因为还没有吃，现在肚子超级饿。
咸粥哎。我买的一些平安符，有情册平安的，还有给小朋友戴的手链，报单符。